10月3日，孙俪在社交平台晒出练习拳击的视频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孙俪自曝曾经学习过拳击，最近又开始练习。她的动作十分标准，出拳的时候力量感十足，与女性教练对打时拳拳到肉，丝毫没有儿戏玩笑的感觉，场面非常热血刺激。因为孙俪常年健身，虽然已经39岁，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但是身形依旧纤瘦有型。网友看了孙俪晒出的健身视频，有人留言羡慕她很瘦，称赞她身材很棒，也有网友调侃邓超在瑟瑟发抖。孙俪平时经常会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健身的视频，平时对生活也很讲究，饮食作息都有自己的想法。祝她生活幸福，身体健康，越活越年轻，也期待她未来在事业上有着更好的发展。